你们这部的心情啊，是很差。我就是刚刚的时候发现，啊，这是个疯子这样子。对，像疯一样的男子。他是疯一样的男子，对。是不是？我怎么知道现在他还是年轻人？我已经有那个合伙分手了，这样子。好像没有一次有机会好好跟大家说，真的是很感谢可以顺利拍完这部戏。然后因为现在有太多了，我不会不会，他们都超痛的。我们那天就是刚好玩的游戏，不投谁是最贴心的，投不出来。这些人都是贴心鬼啊，贴心神啊，贴心神。大家那。我已经结婚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我知道，我知道马鲁是谁，就是很贴心。比如说我们在剧组读本，就在面试了一角，然后他就会说我喜欢吃这个，然后可能隔天拍戏他就会带一包什么酱，然后他也不会说什么，他就很帅，他就放在我的那个演员组上，他就说这个，就他做很多种小动作。然后我在台中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们也都自己做卡片给我。娃娃然后因为我戏很多，我都怕我吃不到，我一直就是很着急跑吃不到。只要一他约我十点的时候我去，因为我不敢跑走，我怕他说哎演员不要去跑跑去。那柯姐姐会 cover 我，让我去吃。好忙哦，好会吃很多东西。这次我很会吃啊。我拍这部戏真的太快乐，没有像他们又要淋雨，然后真的是全身湿来湿去。就基本上台东那段时间，我就负责供应酒水。对。我原来还没到台东，我酒就要先到。真的，他说你一住你可以收下，先帮我收下。房间吗？他酒，他说我明天才到，可是酒先到，对吧？殊不知，我们要离开台东以后，那个酒还剩很多。最后离开台东之前，就每个人就发一瓶，他们都不胜酒力，只有在不专业厨房的现场才会喝醉。我们是很专业的演员。我没有喝多，我没有喝多。哦，有我喝。就会躺下，然后睡醒，好像有点喝。我觉得食量好，我酒量没有那么好。你们这部的心情啊，其实我在里头也是真的什么都不能讲。很差，我就是刚刚的时候发现，这是个疯子这样子。对，像疯一样的男子。他是疯一样的男子，对。有收到很多那个大家的东西。是不是？我怎么知道现在他也是年轻人？我已经演那个婆婆，超爽的这样子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，因为我跟他对手戏很少啊。他有看到你喝酒的样子？不可能啊，他可能是看到我在厨房很疯狂的样子啊，因为我在现场也不会喝啊。我给我弟看那个40分钟的片花，然后我弟看到他说：“你弟？”我弟。不是认识你弟哦？不认识，不是。可是他有看不专业厨房啊，他一直笑，他说：“天啊，他跟不专业厨房差好多。”我说：“不然。”那就在这边澄清，就是请大家透过《无声之地不下雨》这部戏来认识我，重新认识你，对，重新认识我。金钟事后对你下跪，那个表情是太猛了。拍完他一说清明节超瞬间让我完全相信了这个事情。中医说失智是真的，真的啊，真的、啊。其实一定也是累积啦，不会只是这一部戏，可能我就是太拼命工作了一段时间。我是有一些语气的，感觉我们是一部湿气很重的。对，我觉得湿气真的是很重，真的非常非常常下雨。而且我经常是淋着雨，然后很狼狈，看着前方的父母不在撑伞，在演戏的时候，只有他可以撑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